哋系意想不到嘅。因为建筑呢一个题目咧，就唔似其他嗰啲题目咁大路啦。即系其他人系讲环保啊，有啲讲自由啊，讲爱，有啲讲绿色生活，同埋我哋发觉我哋建筑呢个题目咧，系一直嚟都好少人做嘅，同埋都有人讲过话，尽量唔好接到啲咁高深嘅题目啦。所以我哋今次就试下挑战呢个冇乜人试过嘅题目，同埋我哋专登都揾咗啲唔同嘅人嚟帮我哋手啦，又有就做书要搜集咗，好开心可以赢到呢个奖。是啊，就好像刚才赵朗仪咁讲啦，我哋攞到呢个奖其实系好好突然嘅感觉啦。咁喺呢次旅程当中，我哋都学习到好多关于建筑嘅嘢啦。咁因为我哋平时就唔会接触到呢一个题目嘅，咁我哋就明白到其实好多关于香港建筑嘅嘢系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啦。就譬如系荷兰嘅保育手法啦，我哋点样可以将呢种嘅方法去带翻俾香港呢？我哋点样可以好好咁更加去保育我哋香港嘅建筑呢？咁我觉得呢啲系我哋更加值得去反思的东西。我自己个人而言其实都是很开心和很惊喜的。我们是估不到会拿到这个这么大的奖。还有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我们带队的老师，还有我们校长，还有每一个是在这个 project 里面帮过我们的人。每一位呢都是很用心，还有是付出了很多时间来 帮我们手，所以我们是非常感谢他们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是估不到是拿到这个奖，我们只是一路以来其实纯粹是付出和用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可能有些东西是可能结果是没有我们想象这样的，但是拿到这个奖其实我们真的意想不到，同埋真的很感谢慧然亚集可以给这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去有一个游学，所以是非常多谢各位的。重大的转变就是瞓少了也不是的，其实呢很开心，因为其实由陀 BB 到生其实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现在才是开始，慢慢都在适应做妈妈，但我觉得很开心的，每一天起身见到女女我都觉得很满足，什么辛苦都不记得了。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我很荣幸成为今年慧然亚集的会长，我觉得他们给我重任我呢，其实是对我的信心和肯定，我自己对于这件事都很开心，我都会尽我能力去帮个会，希望呢就筹得更加多的善款，还有可以继续去maintain 他们的形象，继续希望来紧都会是成全这个善心下去咯。好苦啊，筹多啲钱啦，筹多啲钱来，筹多啲钱啦。其实唔系，因为我哋今年咧，我哋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题嘅。咁往年我哋有健康啊，有教育啊，有儿童啊，有扶贫。今年咧，我哋会系关爱长者，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嘅问题，其实好多老人家真系需要我哋多一啲嘅关心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筹得嘅款项咧，都会系捐俾同长者有关嘅 project。咁我希望咧，今年会多啲活动啦，同埋咧，我哋嚟紧咧都会有一个义卖月饼的活动啦，咁下年咧又亦都我哋每一年一年一度的晚会，咁当晚咧就希望会筹得更加多嘅善款，等我哋可以帮助多啲更加需要我哋帮助嘅老人家咯。